怎么这个前锋啊？应该不止他一个，再找找。不能杀前锋啊！杀前锋就没了呀！拿到刀了，我也只能走，没有办法呀。 没放好，也没放好，白给红夫人。哎呦，炸了哦！ 不着急啊，我只能等 CD 了，你追他的开车我就完蛋了，等一个金像再打吧，帮他关灯了。 真的是个空刀怪，我日！没了。 打一仗啊！头大，那家伙那个鸟没交，让他上车了，音响也拦不住。
我这个单位去打个锤子打，弱了一匹打，节奏那么好都能炸。 屁股后面就他一个人。 这俺跑不掉。
我还没钱呢，你修多动漫你30%再加一个60%，修多跟你一星，可以 VIP 一家人。 这么快就炸啊！总感觉这是个佣兵或者前锋，还是这边狗啊！穿的那么白还狗，那是真的狠，那是当头皮瞎子。 有点白给，这愈合点满是真的恐怖。挂外面啊！ 你们要白给。
哎，咋看不了？没怀表，我看你怎么救。 心跳范围内，这个人旁边站着吧，蹭点触手。 这有谁啊？这就往这边跑啊！不是佣兵就是前锋。哎呦，我有点卡，完了，我忘记光下载东西了，有点尴尬。
不下班的，我还不知道你在这儿。我靠，蚂蚁！没事，顶着高频玩游戏，卡中都是我。我日，真这把真的炸了！这都没打着吗？人傻了。等我啊，关个东西。你稍等我一下。哦，输了呀！最后一台大房，玩个锤子。这不，这最后一台万万没，万万不好，就是一个大风。他这个刀是直线刀啊，一旦他拐个弯我就打不住了。这把我看他顺点，看那两个家伙都搞哪去了。
压是要好的，看他摁不摁呢？真有球啊，我日！ 1厘米球，炸掉了！还是不能顶着高拼玩游戏啊，这是作死！感觉这个前锋啊。 怀表调香，他要是带的是弹射的话，早就翻了。单弹，再来一个弹，嗯，单弹，怀表，确定了，有点炸。 撞脸啦！哎呀，我日，我炸了！哎，这波真是白给。<笑> 不会咬下来了吧？我这挂这里保险一点，咬下来我就没了。再给我10秒钟。
给我8秒钟，我去踢个机子，踩两次，踩上瘾了。 你这娃娃还把自己摸好了，小心眼儿就，小心眼儿不好追，还有球。 踢一脚就走。嗯？还抽个娃娃摸人呢，还？快是你快还是我快？ 我这不挂了。 我不会捡尸，看见你了，我就直接平追完事。 秀啊，这配合，两个人开黑的。
还弹一手板子。完了，我天敌了。完了，空闪了。完了，我炸了。真的是不搞你一下，你是我是挂不了人的是吧？这个抽刀真的是耐人寻味。不挂不行了呀，再不挂掉白给了。我应该带金身的。猪人。还不好拍，拍了又要白给，拍了他往镜像跑了，不拍也不行，拍了吧。我必须把医生锤了，你不锤医生，这把是赢不了的。你不锤医生，这个幽冥会摸好，又能救。很难打呀。
差一秒，打不着，应该打着了。我感到医生不好了。你看这医生不好了，那是真的牛批。有没有货币？残。哎呀，致命空刀！我炸了。炸了炸了，这把是真炸了，致命空刀没了。上头了，那一刀打中了还能赢，没打中就是真是没了。他们这个操作是真的骚啊，野人挂不了人，前锋挂不了人，佣兵修，你不抓医生还抓不着人。哎，这有个狗皇帝在这蹲着，等我走我再回来修。我看一眼，算了，错觉。这叫跑啊。不让他走，结成再干都行，这把节奏不好，救人方面出问题了。
那就把他卡在这。他走了，我就炸了。算了，不打了。空刀啦，致命空刀。最后一台机子了，我拦不住啊，两个人就拦不住，是把 KG 再白给。他开球跑了，是什么鬼？倒过来救掉在这。有一个舞女应该在这附近呢。他总不可能绕到边缘往这个门跑了吧？我觉得应该不太可能呢。好吧，还真的是绕过去跑了。前锋，就贼真实，第一个人百分百前锋。然后就佣兵，哎，给力！前锋佣兵，铁石还好。应该是藏娃娃了，有人跟了。
我带了通缉。 没有打转呐！这个佣兵真的是个搅屎棍，跟那个前锋一个德行。 卖了，要么就把前锋摸好，再救一下。看他架势是卖了，保险起见，他回去看一下。 抢水我就走，再见。 然后我又回来了。哎呀！ 好卡呀！我的天，我都不敢偷了别人的，你这卡的我，怀疑人生。这么卡的吗，兄弟？我人都傻了。 哎呀，真菜呀，兄弟！你这么搞，我要平局喽！真好。 这唯一一刀还打到那个了。
这公告上不是写了什么优化火箭冲刺吗？为什么还打死你？他不是个假的公告。